这个太棒了吧。好，我是丹妮，今天我要带你去吃一家我种草了很久可以煮土豆丝的麻辣烫，走吧。再煮一点菜，这是它的发油鱼哦，翻车了。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土豆丝，待会煮这个。还有这个脆豆腐，哎呀，这个是一个饮品，它叫桃胶豆奶，它下面是豆奶啊，不，下面是桃胶，然后这个是豆奶。哇，这个好好喝，把它倒出来吧。先打个圆汤点，我觉得他们家应该不会很辣。我的牛肉，嗯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直接从锅里面捞起来都好吃啊。猪皮，我好喜欢这种卤猪皮啊，煮火锅煮串串，哎，棒的要死，好酷。猪皮就要热的才好吃。锅里的脆豆腐已经这种冰面状了吗？觉得脆豆腐在嘴巴里面嚼的时候就是那种气泡感。有小米辣没得呀？我整点小米辣嘛，简单点。这个是夹凉粉，但是它是甜的，上面是我感觉是那种草莓粉粉那种感觉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是有跳跳糖吗？对对对我就说我感觉它在跳。我以前只吃过煮的米凉粉，但是它里面那个凉粉糯的那种口感已经就是没多少了，你就感觉你把它咬开之后，它里面的凉粉是直接化开的，而不是一坨糯糯的那种感觉。好吧，我得把它煮几个在火锅里面。发油鱼好了，我的炸凉粉，我觉得炸凉粉煮进去会特别好吃，让我试一试。这个炸凉粉煮了，你知道那个口感像什么吗？就像我们平时吃的油条煮火锅一个样子，好吃好吃。亲爱的冬瓜，冬瓜，哎，我为什么今天老是在翻车？还有这个响铃海苔卷，它中间卷的是海苔六秒土豆丝。哇，这个太棒了吧！土豆丝爱好者已经，还有它的响铃卷也好了，响铃卷。感觉就像吃粉一样的，为什么？嗯，
哇，这个土豆丝好好吃啊，脆的。天啊，光给我吃这土豆丝，我的愿意。这个要是拌个饭，天哪，绝！我想着点蘸干碟会好一点，但是吃略微会有一点油。这个是荔枝绵绵冰哈。好吃的我不想跟你们讲话了。我还有一份土豆丝，把它煮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有米饭吗？有。哎，给我整一碗米饭。好。这个土豆丝盖饭真的，嘿嘿，太棒了。好酷，冬瓜。那冬瓜今天已经好软好软，拌着饭吧。那会有点汤到饭。火锅汤泡，火锅汤泡饭，好吃。没有平时我们吃的火锅那么的油腻，但是味道依然香辣味很足。土豆丝太棒了，这绵绵冰也好吃，还有我点那个桃抓豆奶也好吃。好的啊，冰得我脑壳痛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